肌肤如何对抗 UV 导致的毒素？我是陈曼，摄影师。我爱阳光，它是每张照片生命的来源。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，紫外线造成的细胞毒素让肌肤暗沉。每日护肤从红色一号开始。镜头中光彩亮丽的肌肤往往最能触发我的灵感，我的选择，我的红色一号。清肌修护焕活，红色一号护肤保养第一步 by Dior。